怀念那些年的明目张胆。还记得战歌的大型吃凤梨场面吗？没有了，有场也行啊。那个时间段正好是极限青春的录制播出时间，所以节目组放出了很多波波与程潇的互动物料。虽然我们波波自己表示很无辜，但经不住各种暧昧剪辑，加上火爆全网的公主抱，也是彻底把战歌的醋意推到了顶点，因此也就有了这条醋意满满的动态。不过我们博哥也是求生欲很强了，几个小时后下跪领罚视频就奉上了。还有我们小奥的下颌骨照片，真的是明目张胆，无法无天，这说不是战歌都没人信吧。波波生怕我们认不出，穿着同款衣服上了五张同一侧下颌骨，看这两人的还是很好分辨的，就说这图放的，不官宣都不好收场呢。眨眼下颌骨福利来一波。